龙虾了。哎，别住别住，啊，动动了动了动了，再等我一块去上去啊。哎呦啊！去的佛像菩萨还咋能保佑呢？佛祖莫怪，佛祖莫怪。哼，你一路往回啊，家门就敲。如果遇到黑着衣服、光脚给你开门的人，就是讲话你成仙的佛。兄弟，这大机会走了，是为真。我能遇见，哎呀！